知道吗？可能。我很香啊，你的房间。真的吗？因为你的房间比我香这么多。你刚说喷了啊？对。我没喷。没喷啊？为什么会没喷？哦，哇，那就是我们房间香吧。哎，这都是怎么样？但是应该你们不能看的，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本身明天要给你们礼物。明天给我们吗？啊，但是你已经来了。你已经来了，我们就给你先。可以啊。给你看，先给你看。给你。这么多吗？嗯。我站住的先坐一下。嗯，没问题的。看起来你是什么号的？我应该L 叉 L 应该都 OK。这个的。啊，这个吗？哦，还有你的名字。对，是他帮我 design 的，这是我做的衣服，可以打开看，对，他帮他设计的，设计，对，你打开看一下吧。我刚刚跟老李说我要过来玩，然后老李听到了我和他的那个语音，他说他的英文，他的中文很好。谁？你？哦，真的吗？对。哦，谢谢。对，这个是那个我名字。这个是。日本对吧？Zuti，对，日语的。然后这底下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猫，哦，是吗？所以对我们很特别的一个设置。两只猫设计，嗯，我们有两只。一只萨摩。我看见你们的狗太可爱了。还有这个图片是一个 how do you say？ 是一个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一个很怪物、怪兽、坏人。对，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日国的动画片。对，我应该没看过。不对，因为我看漫画看的比较少。嗯，可以。那我最近又有新衣服穿了。我粉丝一直在催我买新衣服，因为我这衣服确实已经买了很久了。看样子我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嗯，好的。嗯，明天还有礼物，但是先给你这个。明天还有？嗯，给你们整个队都有的。OK， 我替他们先谢谢你了。嗯，没问题，没问题的。嗯，上次我们过来是你们给我们礼物，还记得吗？啊、哦，我记得。对，所以这一次他想给你们意思意思嘛。上次他给你们送的。没问题，反正我们都是我们经理嘛。对。哎。给你们发了 A42 的时候，哎，你们感觉怎么样？这个手机啊，还好啊。我玩了。哎，有没有出现一些断触的一些情况？没有。你确定他懂断触是什么意思吗？就是 disconnect 吧。Yeah. 断，我知道断什么意思。Disconnect。Disconnect， 哎，挺好的。无法连接。哦。还有我，这应该够好，我现在。啊，你到五级了，可以开始自定义键位了。OK， 好的，那我可以玩一下。好吧，你想坐，你坐那吧，我坐这里。你坐的更好一点是吧？没有，我坐这里是。他就喜欢在那个椅子上玩。我们也是这个椅子，我们那个，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嘛，但是我们要在一个房间训练。嗯。然后我们就去酒店，让他们给我们找那种直板的。就没有这种靠，就、oh. 也是有靠，但没有这么舒服，它是那个硬的，哦， oh. 就很累，就那个。你坐了几个小时在那里？我们是十二点起床去训练，训练到就自己训练到下午2点。没有训练的时候几点起床？没有，我们都在训练。对，这个是分配。哦，哎，你们那边是怎么样？是党 PC 战队的。我们那边。我们 PC 打 execute。最多是。不是 PC， 是 PMGC。一天。就 PMGC 也会。PMGC 他也会去的。他是打 execute。晚上七点钟开始。对，七点钟晚上，就又有一个十点半晚上。十点半晚上到几点？一个小时半吧。我们训练十点半到十一点半。对，我们训练就是，晚上十点半的，只是像打三或者四盘，然后七点钟也就是三或者四盘。所以就是开的很快，就是。对。就这把打完，然后我们下去直接就开，我一想现在就等这么久。对。哦，差不多。要合理利用时间。那你们那边是你们这是属于一个职业队还是半职业队？什么意思？
就是 professional team or just 就是平常会有自己的工作，然后这个对，我们就美国那边没有打这个游戏，就是光打这个游戏的。对，很多人在那边跟我一样，像还在上学或者有别的工作。就是你们是可以一边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对，然后有利用空余时间，对对对对，对来打这个职业，对对。你可以开直播间看一下弹幕，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有很多问题吗？大家觉得你们做成了一个访谈类节目。你们做的知识。OK， 那我们就先聊一会儿，就咱先可以先。你们俩可以坐近一点。好。一个采访。对，一个采访，大家都在夸 Zute 的中文说的很好。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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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散兵有约。我看一下。怎么问题呢？问题就是说朱姐是华裔吗，或者是哪里人？为什么中文这么好？我中文就是我是在美国长大的，美国出生，美国长大，但是我爸妈就是在家里都说中文，因为他们过去时候那个他们英语不太好，所以在家也就只是讲中文，所以我会说中文，但是我读和写就不太 OK。很差的，很差也很不错，也很不错。我记得我当初去打 PMCO 的时候，我在柏林，在那个酒店大堂里，我们几个队伍在那坐着，然后坐着突然有个人过来跟我说中文，你之前有人过来找我，就是他们可能叫我出来，但是都是用一口英语跟我说，都是英语，对对对，我当时直接就懵了，然后你过来跟我交流，就感觉好像难道来柏林还有个中国人。对对对，我还记得，对，我在那里时候我就直接看看你，那就是那个 Paraboy， 我看就过去打一下招呼吧。那你们是在哪方面了解到我的？是油管还是 YouTube 还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是 how to know Paraboy and ask。先认识他了。对，我们是 How did they first 我在想我们好像就是打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就在美国那边，就我们知道中国是很厉害的打这个游戏，所以我们 before 这个PMCO 比赛，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要看这个中国队，看他们打得多壮，之后我们看那个你们比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用那个 DP 用了很多，我们在那边美国那边还没用那个 DP 枪那么强，我们有时候用也就无所谓，但是我们每次看你打的时候都用那个 DP， 就知道你就是那个 DP 人。说这个 DP 人。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还记得吗？我先跟你见面的时候，我就是我跟你讲，对对，你就是用那个 DP，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在美国用 DP 的时候就是一直打，就是啪啪啪啪啪啪，主要是我们看你用的时候就是啪啪啪啪啪啪，上个打老婆就倒，我们哇是，哦是这样子用法。对对对，所以你们是看就是当时的 PMCO 的中国赛，对对，看了，看了看了看了。你们能看到像我们那种 TGA 的一些那些比赛吗？还是只能看到 TGA？ 好像没看见，好像没看到，没有，只看到那个最大的PL 你们能看到吗 ？PL 可以看见啊，但是 PL 的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PL 吧？对，那个时候没有 PL， 是我们打完之后又过了两个月之后才出来。对，像你们看 PL 是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这边在直播，你们那边可以转播看到。对对，有一些人在 YouTube 就看那个 PL， 就是在 Huya 上，对吗？对，有人就看 Huya 放在他们的 YouTube 上头，说在那样子。会放回放还是直接直播？没有，开一个虎牙的直播界面在电视上面。对对对，那样子看。他们开就是他们有账号，然后他们去看虎牙，然后在 YouTube 上开直播，就像你直播看比赛一样。懂了。对对，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知道你是我爱看这个比赛，就我有很多人问我看那个中国比赛，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英语，都是说中文。哦、对对对。对，所以我会听懂一点中文，所以他们就要我看，就问我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说什么，所以我也就帮的翻译翻译，对，我懂，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懂了。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大家？还有问题吗？他们让我跟你染个同样的发色。哎，你染过头发没有？我还没有染过，因为我还找不到自己适合的颜色。哦，对。随便试一下吧。随便试一下吧。我记得。哎，问一下你看的人，你觉得什么颜色？让我染个绿的。绿的头。你知道绿色代表什么？不知道。钱。哦，不是钱。什么？哦，美国那边钱是绿色的。对对对。我们美国钱就是绿色。So he's saying he would dye his hair green. 绿色什么意思？Yellow. No. Green in head means his girlfriend for you know.出轨、有那个意思啊、对，有那个意思。我们这边钞票应该是红色。对、OK 所以说的意思在哪里？好的运气。 OK， 我看还有什么其他颜色，什么其他颜色，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真的散兵有约。哦，那个我有个问题，那个有个照片、okay. 你的那个头发是中文 braid 怎么讲，就是编的辫子、哦、那是你想做的或者别人哦，那个的话，因为我之前我觉得很好看，你觉得很不错是吧？对，我觉得好看。我不知道是你想做的吗？不是，我他们跟我说过，但我之前想做的是偏可能是头发往后面一点点，但我没想是扎起来。哦、然后是我那个有一个朋友跟我讲的话，就是让我要不就尝试给他扎起来。对。然后就做了像有装辫的那个风格。然后是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叫程蝶衣，然后。你就记住这个名字行了。然后他就是做的这个发型。哦、对，但他后来不打职业了，我就想着就是要不也照他的发型做了一下。哦 ,OK 。有一个问题他们要问，就是你为什么没换成四个手指头玩这个游戏？哦，四个手指头吗？你现在还是在打三个对吧？对，我现在是有的时候近战会用到第三个手指头。我是国外的朋友。嗯 ,OK。我想一下，我捋一下。OK， 我从两指变到三指，然后是主要是为了提升一些我的近战水平，但是不影响我的两指的精准度。对，两指原点的精准度，因为我还是要打两指来提高我的精准度。然后是加一个三指的话，就是可以让手机，因为我是用陀螺仪嘛。就可以让手机不是那么的抖，就指头越多它其实不是很好固定的。对对对，然后是三指的话就能勉强的跟两指差距不是太大。对，我之前有试过一段时间的五指。你试过五指？我试过五指，我打过几天，当然我第一时间就适应了，然后打过几天的话我的近战时间会提升很大，但是我在远距离的作战水平就是会降大很大一些。对，就是我们队伍会出现就是近战很猛，但是远距离就是个短板的情况。所以我看到听对了，你就是说你打远的就不太厉害了。对对对对，如果用 okay, okay. 如果用多指的话。嗯，你听懂了。OK。差不多啊。直接把我刚刚说一大段话然后剪辑到你打远的就不太厉害。因为我的中文不太好，所以我只懂那么多。你的队的最强的close range 就怎么讲 close range 就短，不是长短距离的、对，近战对，我们队的近战扛把子就是最厉害的那个是 order， 他是打五个对、okay. 五个指头，然后全陀螺仪，因为我是半陀嘛，也是主要是因为精准度。嗯，朱凯是极致，我现在是打五
你也是五指。对，我以前打四，我现在就打五。哎，所以你们国外的话会刚开始一开始就使用到四指还是？像我们对对对像我们中国的时候，一开始大家还普遍是两指和三指。嗯。后慢慢我们在那边开始打手机游戏的人都是用两指，有一些人一开始就打四指，但是那是因为他们本来打一个另外一个打枪的游戏在手机上，所以他们就已经知道了用这个四指强一些。对，就他们打的那个游戏以前是就是要速度很快，也就是有点像 CSGO 一样，你知道 CSGO 吧？我知道，就速度很快，不用什么那么多动脑筋啊。懂了。对。但是我知道，因为我的队友之前也是打就我们中国的游戏叫一个叫全民突击，还有一个叫 CF， 也是像 CF 我知道。对，很像那个 CSGO 那种。对。然后他们，但是他们多数的话都是三指。三指哦，对对，不打四。对，我记他们最原始的好像都是三指，哦，我记得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当时中国这个游戏刚出来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两指和三指，嗯，然后后来的话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人，打得更秀一点，他们会用四指，然后慢慢的用到五指。变公司，对，像你们那边有用平板的吗？平板是什么 ？Apple，iPad。开始时候用的是。后来那个比赛都是手机了，所以我们看不起 iPad。对，我们有时候在像那个有人会放他们的 video 对吧？啊，就看他打得多强，但是我们一看如果是 iPad， 我们就哦不看。可以。也会打决赛对吧？决赛就对，我的队打了那个第三名。哦，你知道我们那个队差一点没有第三名吧？知道那个故事没有？我没有，你给我讲。哦，好，所以我们打完最后一盘，我们有好多要讲的，想怎么我们是不是要从第一局开始讲？不要从第一局开始讲。好，但是好，最后一盘我们第三名，对吧？好，最后一盘我们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像差不多五六七分在我们后面，所以就很近，对。还有我们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是前四名可以 PMGC，那个时候还只是说前三名可以，所以我们就很紧张了已经。最后我们跳的时候啊，有一个队追我们，我们还没有想到会有队追我们，因为我们的想法是好，大家都正常打。对，好，我们想第四名不会追我们，因为有第四名杀了我们。他们还有第五名和第六名很近，对，所以他们不会追我们，第五名也不会，第六名也不会，所以第七到那些别的名，我们就想的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什么深仇大恨，对，所以应该就没有人追我们。好，我们一跳的话有一个队追我们，我们就有点紧张。之后我们本来说要飞远一点，之后又改变，哦，他们太近了，就直接掉下去打他们，之后又变成哦，我可以飞远一点，所以有个人就掉下去了，我们别人就都跑走了，之后他变杀了，我们就看见是哪个队了吧，对吧？对，第几个？是一个第一像12、第十名，还有。还有是一个美国队，哦，是一个美国队，北美的队，太恐怖了。对，我们就属于内斗这个。对，所以好，我们就输了一个人。之后我们本来拿个车要跑走，没有追上我们，我们又死了一个人。好，我们只两个人了， yeah， 对吧？两个人，之后还有像50多个人啊活的，就前期已经掉两个人了。对，还有我们就啊。我们跑走，好，我们打最后一个那个地图是 The Candy， 你们不太打那个。韦韩迪啊，那个雪地的，好。Okay。
所以我们跑走在雪地的那个地图的话，那跟狼烟似的不太同，嗯，是很晚的时候在同，所以我们找到了像40多个那个暴雪，那个 first aid， 暴雪，那个不是暴雪，就是，那个 first aid 怎么讲？就是给你那个 heal 加血绷带。哦，我知道，你们哦，对他们不扣信号值，他们只扣血。对对对。然后你们打算扛毒？对。哦 ，OK。我找到，我们就一直在那个蓝颜色里面找这个，那叫什么？绷带。绷带。对 对, 对对。找到40多个。因为我们只两个人嘛，对吧？我们也追他们。我们第三面，我们只两个人，我们。进去那个圈也肯定杀不了多少人，只两个人。对，所以我们就一直暴雪，一直好。我一个人在那个比赛时候，好，这个地图这么小，对吧？你在这边，我在这边还是活的。他们把那个地图放上去，那个别的队都在这里打，我一个人在这里，还有像20多个在那个外面那里一直在搞北美毒王。啊，最后。好，最后我死了，最后我们就等那个当时第几名？我死的像六，第六名，第六或者第七。哦，还是有一点排名分的。对对，最后我们你没让你队友出去霍霍别人吗？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打药就是抗毒，只需要一个人。对，所以我另外一个人跑进去，我告诉他们去可以杀一个人，啊，就杀一个人，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一进圈的时候就死了，我们谁都没有杀到。好，之后我们再看那个谁还在活的，很多那些第四面、第五面队已经死了。倒是那个第六面队，我们看了还在活的，还在打，我们就很紧张了。之后好，那个盘打完了，我们一直在等那个效果。之后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第四名。那个另外一个队比了我们，打上去了，比了我们1分。他们的分是一样的。哦，对对，是一样的。淘汰分比你们高是吗？对，他们杀的。他们杀的更多。对，哦 okay，但是我们的分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好像174，他们174。但是他们杀的人多一些，所以他们就算高一点了。所以我们就都不是说输了一分，一模一样的分都是他们。就是因为一个队伍是偏运营，一个队伍是偏打架。对对，所以我们就好可惜的，也。然后当时觉得这可能进不了季赛了。对，我们第四名就过不了了，就过不了。好，下一天我与一个朋友在看这些比赛，看了一个第二天我们打3天对吧，第二天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在那个 how do you say kill feed， 就是那旁边就是看谁杀了谁呢，就是那个击杀信息，击杀信息，哦，他看了击杀信息发现算错分了吗？对，有一点，对他就，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我们有一个打的，我只算了两分，我杀了两个人，但是他看见在那个里面，我打倒了一个人，之后他又说好像怎么讲，好，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说你打倒了一个人，对吧？哦 ，OK。之后下一个就说他死了会有那个加分，对。那个，你把他打倒了，他死了，那个人头应该算你的。对 ，OK。但是在那个，但分上没有加。在那个游戏里面打的时候是先说他死了，最后我打倒他，所以就看得很奇怪，因为每次是你打倒了一个人之后他死了。但是就他死了就得把他打倒。对对，这个因为是什么，有偶尔一次，有的时候他在那个水里面啊，我一打倒他，他也在水里面，怎么讲，就很偶尔的事情，oh, okay. 就没有算到，所以我再回去看，是真的，我是打倒他了，之后我应该是那一天有3个杀的分，就少算了一分，就少算了一分，我之后对我就感谢这位朋友吧，我送给他一点钱。哦对对，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他是中国人，中国兄弟。所以我就放的那个美国那边，我们用 Twitter， 就是像对的，对，就放上去，很多人就看见了，对吧？所以我也告诉别人，把这个也给别人看，也给别人看，之后那个官方，对，之后也之后再送给那个搞比赛的那些人也看了，之后他们好像要看两三天，看到底怎么回事。OK， 之后后来就给我们那个了，我们就第三名。所以就是是第三名进，前三进还是前四进？是前三进，好是。现在是前四件哦，现在是前四，又多了一个名额。对，因为变成那个 online 嘛。那钱白给了呀？对，也是白给，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告诉我们，他就先告诉我给你分了，哦，好开心。之后他再继续告诉我，倒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比赛变成不是光要人在那里打的，我们就说前四名进，我就哦。那就说我没拉到这个份也还是可以，所以对，是的。懂了。所以你们那个赛区是哪个赛区？是美洲赛区还是北美？还是是北美赛区？北美还有南美。就美洲。对，美洲。对，美洲。这么大一个赛区。对。哦，不错。哎，所以他们我看之前有些问题，我记得，你觉得在中国的 PL 怎么样？那个比赛或者那游戏的队伍实力或者是比赛或者整个比如说赛制啊或赛程这种Just like how is PL going so far in general? 你可以再问一下吗？就是你可以用英文跟他接吗？我怕再说一遍，就 PL 怎么样？How is PL? I guess your overall thoughts on how PL is, like how the tournament is, maybe compared to NA, and then what you think about the teams, the competition. 那我从上一年过来的，我从那开始讲吧。上一年过来应该是 PC 吧？哦，不是一样。有啊，去年有 PL 啊。哦 ，PL 是去年的 PL 的吗？还是 PC？ 我上次过来是打 PC， 对吧 ？PC 对，他们是问 PEL， 对 PL。就是我看你们打的，对，看的，我没听懂，我以为是讲现在这个 PL。OK， PL 我看的，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中国队都打得很，就相对于你们那边打法是有什么不同的？对，有很多不同的，像我们在那边，我们站一个位置都会。我们四个人都会比较贱、我每次看 PL 打的每一个队都差不多一个人可以知道怎么站他们自己的位置，在美国那边的很多人都不会这样子，如果我们送一个人在那边站他的位置，他们就很慌，就会死掉，我们要生气，我们就说不，为什么在那里，我们应该都一起在一个位置上。 OK， 所以那是最大的区别，因为每次看那个PL 也是15个队吧、对，好，我们那边平常打16个队，但是我每次看地图的话，看的样子像有20多个队，因为你们都好，对的，站得好散，对，可以把队伍占满，对，都占满，在美国那边16个队，一样的地图，一样的圈，一样的大的，都看的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我每次看 PL 一看就，哇，每个都站住了。像你们打比赛的话，会我看你们会比较在意前期的进攻吗？在上面不懂。就是前期会去淘汰地方，就是其他队伍吗 ？Are you gonna go target other teams in the early circles？ 在，因为像我们国内很少前期会打架。所以现在前期打架的时候，你杀一个人就是两个 double， 对吧？你们是因为这个所以前期在打架吗？Is that why you guys are fighting early because of the double points system in PEL? 你是也不是的。也不是吗？在美国那边，我们平常我们打架开始的时候比较多，比中国多，但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故意去打他们。我知道，我不是这边这个。但是是。美国队就不太聪明，也不太强，所以就是就不
不故意的就撞到一个药、哦、撞到一起了，然后莫名其妙的交了火，对，然后就打起来了，就都打起来了。对，就是他们不想打我，我们也不想打，但我们莫名其妙撞到一起。对，但是我们两个就因为打的不太，原来让我们相遇。对，嗯，懂了。对对，你不是因为我们好凶的，像我想去打他们杀这个人，我们厉害一些，是他们不会打，所以就不想就撞起来了。嗯 ，OK。因为我们像我们最近在打 PEC 的训练赛，嗯，我们感觉你们的进攻就是普遍的外国队的进攻欲很强，嗯，就是你们在圈面的话会一直想着圈里的队伍，一直在找机会。对，我们打练习时候，我的队的话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想，confidence 怎么讲？嗯 ，confidence 自信，自信是自信吧。就多打架会更自信一点。对对对，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对我们不太熟悉，对吧？我们也就是知道好这些中国队都强一些，都厉害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想看吧，可以我们可以打过他们吧？如果我们可以打得过他们，或者可以反正我打倒他，他打倒我，我们就感觉要好一点。最后在最后在 practice 那个什么练习训练赛，对，最后在 rotation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然后就是怎么进圈，就是先打架打出自信，然后再打架中慢慢摸索进圈，对，就对，我们也可以看那个打完时候、他们会有那个地图吧，那个、所以我们也在看地图最后怎么打，想一下 ，OK， 嗯，然后 how about TPP and FPP， TPP 啊。我们也就是打 TPP， 在美国那边也都是，对，都是 TPP。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 FPP 吗？PEC 现在是 TPP。啊 ，TPP。PL 是 FPP 倒是。照顾你们。你不爱打 FPP？ 像对于比赛来说，我更喜欢打 FPP， 但是像于像平常的直播，就是娱乐、偏娱乐性的一点，我会喜欢 TPP。哦 ，OK。我想问啥来着？啊？你想问啥来？我想问啥来？我想，我刚刚想了一下，让我忘了。慢慢想。啊？他们想问什么？没事，你先想你的问题。啊？他们问你是怎么追到女朋友的？他们都觉得 Reina 的英文和中文都很棒。啊，对，是他，他问我们怎么见面的？怎么？处上的怎么在一起的？对啊，因为 Paraguay single 啊。啊！You heard it here first, guys. Paraguay single. 我单身。啊！大家他没有女朋友，快点快点。我们就是也没有什么太 special 吧，就是我 How do you say volunteer?Volunteer 就是志愿者，对，志愿者就是我有个去个地方搞那个志愿者，就他也是在那个一样的，是给亚裔美国人的，哦，所以就是支持亚裔美国人干的东西，像有很多会唱歌的人或者是弄画的，然后就是在美国亚裔美国人就是有时候看就是要更支持他们嘛，哦、所以我们就是再说一个 volunteer。志愿者，所以我们一块就来做活动。大致是怎么工作的方式？是一个公司专门帮那个帮亚裔的。对对对，之后那个公司也就是一个 volunteer 的，对，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对啊、okay ，我就在那里跟他见面，啊，最后两个善良的人最后走到了一起。对，因为明天November 11啊。One Singles Day 哦，明天双十一，所以大家会想问这个问题。我们给你一些巧克力吧，我们送给你巧克力吧。因为还有四分钟，明天双十一，你可以网购一些东西，然后带回去会很便宜。就是本来双十一月十一号是单身的节日嘛，但是后来就变成一个购物节了。购物节是什么？Shopping Day 就是很便宜的那一场 ，Yeah, it's the Black Friday. Okay. Oh yeah. 我的朋友已经坑了我一个取暖器了。我挺不懂的。Okay. So you're saying how
你想找女朋友吗？啊？在大学之前没有考虑，没有呀。对，所以朱铁好好的而已。我，你猜一下，你问，你们猜一下吧。哦、他们觉得我多大？大家猜一下。不，你们可以猜一下他的，我给他买了，我给青春买了，我给他好多钱呢，干。他们猜你，有猜二十的，二十一的比较多。哦，我看看，二十三。我是哎，怎么还有说八十的？会不会说话啊？会不会说话？赶快禁言一下。我二十六岁了。啊？为什么？我二十六岁了。我看了好年轻，我二十六岁。对。快二十七了。我生日是1月1号。1月1号。我操。哇哦！我的哥哥比我大六岁，你比我哥还大两岁啊！哦，嗯，哎，那像你们战队是普遍都是什么年龄？还是跟你差不多？还是没有，他们像18到23、22吧，16到23吧，还有16。有16岁的，对，是17、16，还有更年轻的，但是不，16是17啊，16、17，还有更年轻的，但是16岁就是我们比赛的哦，必须的。所以你们还有青训，还有更年轻的。OK， 还有我们最强的人都是像16、17岁啊，因为年纪小，普遍对。你们那个我27岁打的，打的很不错了，其实。还可以吧，对。你们要一起玩一下吗？我还有个问题，请问，就是为什么外，就是你们现在我看整体的国外选手的远距离就很强。远中那是什么意思？就是 far long distance。我们 long distance 远距离对吧？对，要 long distance。我们 long distance 很强。对。对，像对比我之前的印象会强很多。哦，比以前那我觉得因为是开始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用那个什么就是多指 gyro 就是你拿这个手机这样子就我们用的比较少一些，就过了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开始学会用这个其实就是2018年的 Dubai 那个 PMCO 我们看中国队用的，然后我们才开始用的。其实对，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队学的。其实 OK， 你们前几天就是 PEC 的前几天的训练赛给我们所有中国队打懵了，真的打懵了，他们说等下再回来，因为一年一度他们去网购了。节日快乐。什么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大家都祝你节日快乐。因为你们刚开始你们的战术我们都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很难去看到你们的比赛对，然后前几天的话你们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很多人抱团，然后是因为我们喜欢分站嘛，对，然后有的时候一个人是看不到很多信息的，对，然后突然一个车就撞出来，四个人下车，对，一个人就很懵，就被打崩了，就在前几天对，前几天你们和哪位的成绩会很好，我看了。对，我们还可，我也不知道是运气好或者是我们会打，因为我的队在这边打是一个完全新的队。哦。对，我们这个。临时组的吗？对，我们这个 wildcard 队其实每个队员都是从三个另外一些队过来的。就每个就是你们这一个队四个人，实际上是12个队，有五个人，然后有三个队，每个像他从一个队有 WC 的队，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队，因为他们本来的那个队过不了中国，但是他们把自己很强劲的对手，很强劲的选手，然后来到你们这个队。不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护照很难拿，有些人没有，有些人没有，对，然后没有的人不能来，因为时间不够，所以他们找签证都有。Okay. 对，他们就所以你觉得中国签证难吗？现在没有帮忙来不了的。就
对 去 PMGC 他们就会用另外一个队去名字、啊、这样吗？对，就会换一个去他的所以我的队是叫 execute， 我的真的队是叫 execute、execute 这个 wildcard 是他请我帮他们打，因为他们的人、哦、本来的他们的那个队的人过不了，之后他就问我可以 you know, 过来帮他们打吧。哦、所以你们队和队之间、啊、不是你们队伍之间是没有是那种很规定很死的合同的那种。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只是来到中国开始一起练习一个队一起，所以我们只练习了两三个星期。啊、可以啊。对啊、因为我们都会打，我们都从不同的一样的队过来，都打了这个游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也懂这个游戏。但是我们还是一个算比较新的队、okay. 所以我刚才说我不知道是我们运气好、okay. 或者是我们真正会打得这么好两个都算了、是吧、为什么、我还有个问题、嗯、就是我每天晚上就是大概是、现在是十二点、嗯、我应该会在前面两个小时就是十点的时候开直播、嗯、我开直播的时候我就觉得无聊，我先找人一起打游戏、嗯、但为什么你们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人在线？因为我们都哦，因为我们起得很早，我起得很早、我还以为你们很懒。不是，好，我起的，我现在六点钟起来，早上六点吗？对，我六点钟早上起床，跟我的美国的队练习。啊？因为我们要去那个打 PMGC 对吧？但是我的那个三个的那个 teammate 那个队人是在美国。哦，你要跟他们三个一起练习。对对，因为他们练习时候是七点钟晚上，就是这里的六点钟早上。OK。所以我就每天六点钟早上起床，打六点钟，之后两点钟我们有那个练习，就七点钟又有练习，就一打完七点钟我就去睡觉了。哦。所以那你们确实蛮辛苦的。啊，我们也没你，我们也队友我不知道，但是你。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没事干。关那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吃一打完我好去睡觉了，没醒了，睡醒了有吃的。对，我好羡慕这样的生活。刚刚过来还有时差。对，所以十点钟后我就已经睡着了。OK。所以那天你找我，我已经睡着了。那你还没有加微信吗？那时候他说他们女朋友他跟我说你不怎么玩微信，就 WeCatch。对，我不太用。对啊，所以我说、我就平常不会去看。不是，刚刚我在跟女朋友联系的时候，你女朋友说，就是我说我要来，你女朋友给我来一句，好的，我现在上去通知她。我想，哎，你俩现在都不能用手机交流吗？好的，那就是给我整懵了。我也就是好，这也开有好笑吧。然后我平常就是。看手机跟别人回答很慢，就很少不看，就对，有时候不看手机。对，那是我一个不好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的爸妈想找我的时候会打他，对，他就是这样跟我讲，对，会先跟他打他的电话。没，我儿子有时间吗？我真的是的。就像我现在没有在跟我爸妈住，倒是我们开车像二十分钟就到了吧，所以他们每个星期想要我回家跟他们一起吃饭或者什么，就先问他，告诉他，哎，我们有东西吃，把他叫过来。太有意思。OK， 我看还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玩一会儿游戏。哎，所以那个 EC 真的就是以前我们。Nova 的那个对海外对，没什么好看。现在不是咱俩的主角了。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先分手，然后你们一块明天可以庆祝，一块庆祝。不是，实际上这个还是这个双十一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购物节，就光棍也就算了，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注意到光棍身上。他们说来中国想做什么，可以看一下。在中国想做什么？我不会。哦 ，OK。在 Instagram 上面直播。说你想来中国想做什么，或者是喜欢中国的一些吃的吗？
我很爱吃那个烤鸭，烤北京烤鸭还是、嗯、还是就是烤鸭，嗯、就你带他去吃了是吧？没有没有，他们自己。你们自己没有，因为我们平常来中国的，其实你们平常也来中国啊？我们这两年还是来的比较勤，来了一两遍了哦，就是每一年都来一遍哦，我有时候两遍、打 PC， 我们一年前来了两遍了。还去了内蒙古，到北京，到长沙，我们去玩了内蒙古，还喝了那个什么马奶白酒，难喝死了，不要喝，不要尝，大家我注意你们，不要尝。你们可以吃辣吗？去长沙？我可以吃辣。他最喜欢吃辣的。对，我可以，我口味相同，我也爱吃辣。我吃辣，我估计我比你会吃辣一些。哦，这样的吗？可以，有空约一下，反正还有时间。哎，所以你们回去的票是打完之后就回去，还是会待两天？我一打完的话要去那个迪拜。哦，迪拜哦。对。啊，因为延迟，我懂。嗯。就我，就还是，啊 ，PMGC。PMGC 啊，哎，你们也在打对吧？对，我们也进。他们在线上。online。我们打、哦、我们那时候，我们进 PMGC 也很。哦，他们也很难。嗯、因为我们整个队的 S 就是 PL 的 S 三打得很拉垮，就是很差。哦，对，我看一下。对，然后、嗯、这一次没有打得太好。对对，然后前两天一直在第十名往后，啊不，好像前四天都在第十名往后。打四天，前三天。前三天都在第十名往后。没有第四天的。第四天也是第十名。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就很难，但是还就万幸的就是。第五名到第十名之间的、第五名到第九名的分差很差，就只有我们第十名和第九名的分差有一点点大，就我们 只需要打好一两把就可以直接追上去。我们当时是前六名，因为我们是算年度积分的，就 season 1 2 3加在一起。哦、OK。对，所以我们这个赛季只要拿到积分，就这个赛季的第六名。哦，懂，就可以进。但是我们打完一共要打五把，我们打完第四把之后我们应该是第几名，应该还是第十名，还是第十名、啊、哦，那不好。然后最后一把的话也可能、哦、打最后一局之前是第九名啊，打最后一局是第九名、哦、然后前面有三个队伍。 对，然后因为打了一天了，整体成绩也不好，然后大家也都给自己打懵了。嗯，然后最后一把的话，也可能是，运气好啊，还是，突然找回感觉了。啊。然后我们大家最后一把的鸡给吃了，然后也是个天命圈吧、哦，也是挺照顾我们的。啊、哦。然后拿了一些淘汰分，然后最后冲到了第六名，正正好好第六名。哇，那跟上次打 PEC 呀、啊，我记得上次 PEC 你们。第三名吧，或者第四名，最后你们要赢和杀，像很要杀很多人，对对，最后来你们赢了，也好像都是最后一局，对啊，所以打最后一局的时候，另就是我 order，嗯 ，order 跟我说我们不行了，我说没有，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我们队伍的最后一局的吃鸡率是很高的，因为。就我感觉我们队一直以来的比赛最后一局都会吃鸡，对，然后就真的如我所望，对，不出你所料，不出我所料，拿到了最后一局的鸡，也拿到了很高的淘汰分。嗯，所以你们一定要打那个第六名才可以进那个 P。 对，如果我没有打第六名你见不着我。哦，那我在这里还是可以进。这次就蛮幸运的，因为说实话，如果最后如果 S 三没有真的没有打好的话，可能、就来不了特别。可能因为 PC 我们实际上是正常也下不了，是因为有一些外国队没有来，哦、然后我们是顺位下来。哦，对，哦，那我没知道。如果内部没打好，然后这直接就崩了。嗯，就最后的年底的两个大比赛，一个都参加不了。啊、哦，对，蛮难的。是，对，我也觉得打这个游戏很有点吃，就是有你打不过去就整个一年的大比赛都去不了了。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有很多人说问你对 BTR 的看法？我这边也有很多 BTR 的。对，我这边新的 BTR。哦，是吗？什么新的 BTR？ 有个新的 BTR。国外的人问我对 BTR 看法，国内的人问他对 BTR 的看法。对，那你们两个对 BTR 看法是什么？我说一下，我对国外队不太了解。我知道一个原因，那个我好像是 BTR 讲过，他们讲过，就是上一次那个大比赛他们赢了，对吧？好像有人问他们你们感觉怎么样，他们好像说了。开心倒是不太开心，因为我们没有打过那个中国的队，因为在那个在 Berlin 那边打的时候，对，前三第三名一二三都是中国队，对吧？最后那一次 BTR 我也不知道打多少，之后下一年你们就没有去比。哦，对，因为我们在打中国的 PPL， 那一年就是 BTR 第一名。所以就有人问他们，你觉得你们比中国队厉害吧？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每个人都说中国是最强的啊，之后下一年你们就没有打，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真的是最强的吧。所以那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很多人啊想问这个，想问这个 BTR， 你们觉得 BTR 多厉害啊？印度尼西亚，对 ，BTR 是个印尼的队伍，很厉害。对。很厉害，就柏林那次能看得出来，就打的，对对，打的也很有压制力。但是我确实我不太能看外国的比赛，对对，很难看的，因为就连认字都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最近有一个卢普斯的，好像是南美的，卢普斯很强，他天天，我不知道这个语法是不是对，就是。No people， 就是在游戏中他经常会说 no people， 但是这好像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英语 ，no people 就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哦、oh. ，我和那老哥我是这么交流的，最后他还得就顺着我这么说，他说 no people one people， 哦，oh. 我还没完全听懂，还没听懂吗？就说没 ，loop 说没人，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不会英语嘛，但我只会英语单词，我只会单词一个拼的 ，no 是没有，对，是没有，然后 people 是人，对，所以我 no people， 哦，就说你不知道，对我，哦，我就是没有人，但是就是按照正常的英语法来说法是有的。So he knows English words, but he can't form the correct sentences. Is what he's saying. So instead of saying there's no one here, he's saying no people. No one here. Oh. Yeah. 所以他听懂了。And he's talking about loops. Loops say that or? I didn't hear that. 没有。然后 loops 就慢慢的学他。Loops 一开始还是正常的英语。Loops was actually using correct English like grammar, but then they started.Learning from him and his broken English. Yeah, bro. 坏的英文就是坏掉的英对坏掉的英文。OK. 我懂。So they were learning from his broken English, child English, elementary English. 嗯小学的那种小学的英语。小学生。我幼儿园。你感觉怎么样？在打那个 PMGC， 因为你们平常不会打那个 global version， 对吧？那个。国际服，对，PUBG Mobile， 对你感觉怎么样？你们好久没有打了吧？对，嗯、我可能连我之前那号都找不着了，很久没玩了。对，我很久没有玩那个，当初去玩那个号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加我，对，对我对国际服的感觉就是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它有那个受击提示。受击提示是随便打中人会出现一个叉叉。哦，对，这边没有。对，这边没有。就那很大很大的区别。对，当时打人穿个烟，还有。对，你就可以直接对打过去。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中国，你们练习多长时间每天？会练习多长时间？我们是，你可以理解从上午的十二点到晚上的十二点。From noon till midnight. So a full 12 hours.
对，甚至还要更久，到可能十二点之后会自己在直播， Sometimes、播到两点、一点这种。One or two hours of stream. OK， 要不玩会游戏？啊，好吧。你们去打那个 PMGC 的话，感觉怎么样？就是说，觉得可以打到第几面，或者就是……嗯，我们因为对你们，因为 PEC 是邀请过来的队伍，嗯，就他不是真正的打上来的队伍，嗯，对，然后所以对你们那边的实力也不是很了解，嗯，可能是需要到时候训练赛再了解一下。OK。我忘记我们 PMGC 还要弄一个 interview， 啊，是什么的？还要弄一个采访 ，PMGC 要弄什么？忘记了，就是他们要 interview 之前，就是每个队都要 interview。哦，就是竹田要录的东西。我忘记这个时间了。哦，时间啊，没事，你给他录嘛，那边。录什么？他录你。哦，OK， 我可以看。对。